鬼啊，昨天晚上又跑去洗脚，回来都那大半夜。我今天呢，必须用这紫药水，我吓唬吓唬他，我叫他从此以后啊，看见洗脚啊，他不害怕，说干就干，现在还跟着睡。老公，醒醒醒醒！哎呀，干啥呀？困死啊呀！昨天晚上干啥去？一夜回来那么晚。昨天晚上又包了工程，客户吃饭去。啊，辛苦辛苦啊！我给你炖的排骨汤，大补营养，促进。哎呀，我不吃，我不吃，渴死渴死。那我先给你盛出来啊，你就出来吃啊。啊，好。嗯，好。哎呦！我的娘哎，老公！咋了？腿咋了？你看你腿跟脚。爷爷，哎呦，这咋回事了，媳妇儿？啊，叫你别动，叫我啊，疼不疼？疼不疼？这不疼啊，没感觉啊。不疼，取球。你俩腿不会坏死了吧？哎呦我的妈！你截肢了吧？不会吧？啊？你昨天晚上到底干啥去呀？我昨天晚上，哎，狗蛋啊，俺俩就洗洗脚啊。要吃吃饭回来呀、啊！你又跑去洗脚去、啊，十有八成中毒。不可能中毒吧？你跑去洗脚，洗脚，洗脚！你看啊，你天天跑去洗，天天跑去洗啊！那这不是中毒，这是啥？连疼都不疼了、啊。那啥也没干，那咋会中毒啊？那我为着你，你看这一热从这，这现在这毒气都蔓延到这了。我跟你说啊，马上再窜。穿到脸上啊！这咋弄啊，媳妇儿啊？我看你这现在毒气还不深，应该还有救。那我给家先整整呗。你会整，媳妇儿？我先想办法给这毒气给它拔出来，看看咋弄，中了吗？你赶紧给我整整我这咋回事？我啥也没干，咋会弄成这样啊？那跑出去洗脚，跑出去洗脚，最后还得靠我，你是？快点帮我，快点帮我！你等着我吧。这咋成紫茄子呀？这腿呀！媳妇儿，你快点过来救我呀！快点，媳妇儿，来！你赶紧呗，那要不直接去医院呗，好吧？哎呀，你看我咋给你整吧啊！先用胶布，然后给你毒素看看能不能拔出来。拔出来？对，要能拔出来不就正好吗？好。你别动啊！好。一二三，嘿！啥方法？赶紧学呗！抽打十方法，给他毒素抽出来，打出来。那赶紧呗，快点呗，赶紧给他弄出来。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，疼啊！真疼啊！你打我脸干啥呀？不让那毒素蔓延到脸上，你说打脸不打脸？那赶紧打，赶紧打，不叫蔓延。哎呀，不行啊，这啊！就最后一个办法了。干啥？锯掉吧。哎，锯掉。啊。不能锯，还有用呀，这茄子。我跟你说，我在家快准狠，嘿，就掉了。不敢锯，不敢锯，咱去医院，咱去医院吧，好不好啊？去医院，我没钱呐。没钱。我有钱，我有钱呢啊！你钱给谁？我钱，我有一点私房钱，给那照片后头呀。那钱够不够啊？你看看够不够呗啊？对啊！你笑，哎呦，对，哎呦，这是我平时藏的私房钱，我想给你买戒指嘞。怪不少呀，啊，弄这么多你是啊？你赶紧带我去医院吧，我这茄子腿可不敢报废呀，媳妇儿啊！中，你别慌，听我跟你说啊，你这样吧，我先拿着钱，我出去看人去，你不得搁这等着我啊，我会管劳动你。啊，那太着我去中吗？啊，我去看人啊。那你小舅子身上啊？中，老丈人身上啊？中，等着我，别乱动啊！好，哎呦，这咋回事啊？哎呀！媳妇儿，你快点啊，赶紧！